妈蛋是谁说不是颜值区，明明就是胡说八道的，胡说八道。皇冠，哈哈！我好久没有看见过这个了，笑什么笑？谁在亲我？阿南，要不要我给你包一只小龙虾，说不定你的感冒就好了。那有。哇，谢谢谢谢牛的马车，谢谢大家的么么哒和兔子。嗯。好了好了，别亲我了，别亲我了。你看这个礼物好搞笑，哎嘿嘿，好可爱是不是？我跟着你走，对啊，他是跟着我的脸走的那种。这礼物跟那之前不一样，就是那个药物，然后全都是那个。这个药为什么这样？都化了呀，手上有汗都化了。这个我最喜欢吃土豆，看到没有土豆在这里，雪葵我看到笨笨了。辣不辣？不辣。哎妈！我不能，我、哦、不不不，我只是嘴里面有药味。吃一个。真人真人，来丢丢。呜、嗯！谢谢梨子，谢谢二胖。这跑车和马车。嗯。可以。是吧？嗯。还有粉条，我有认识粉丝了。那个带我走，瞬间切了50下是什么意思？够了够了够了，连点是什么意思？你还有爬爬皮皮虾，什么？下面的下面有点辣吗？上面没有了。要吃皮皮虾吗？这个应该有吧。皮皮虾好难包啊，就是全是刺，你知道吗？谢翘翘。那都不是事儿。哎，皮皮虾有点辣。辣。还有螺丝呢。谢谢翘翘的马车。嗯。好辣哟。好多马车呀。你们是要把我带走吗？带到哪里去？牛的那这都不是事儿，好辣！皮皮虾，皮皮虾好辣！你怎么那么辣？但是辣呢又还蛮好吃的。去交警队，我就要去交警队，怎么啦？马车多好，嗯，试一个来，来，哇哦 ，Thank you， 楠楠给我包的，辣不辣？不辣，辣，嗯，好吃，来，我吃一个，不吃。吃什么？那个辣的味道，那不是一个药的味道。猫耳朵，猫耳朵，哎呦，谢谢笨笨，有超级火箭。是吧，不辣的，绝对最后一个，这个就是黄焖的，好像
冰火箭变成什么样子了吗？哦，快看这个城堡，是不是好好看？哎哎，不一样哈，好看耶，好好看哟。这些牛的城堡哟，这啥？牛蛙，牛蛙。嗯，嗯，这个有点味道。饿了吗？饿没有饿？啊，不吃不吃。城堡太小了，城堡怎么就不配了呢？还是么么哒好看是吗？因为么么哒他就在亲我的脸啊。我可以躲避他的亲，你不信？啊！有点一卡一卡的呢，躲不开，好烦。越躲越有快速感，妈的！就躲，躲起来，找不到那种。妈哟，他非要追过来的，越挣扎越兴奋，都来了。你们是变态吗，兄弟？好久没吃过小龙虾了。嗯，这梨子的城堡运，80个游艇，什么时候呀？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好烫啊！